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.7 深渊使用率出炉，水龙子排第二，草神地位下降，第一十字名归，5.1 双女五星确定，炎女技能机制曝光，经典负二命角色来了。元神封丹 4.8 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那维亚尼路也迎来了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截止到4月7日下半卡池深渊使用率的排名也终于出炉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哈。在 4.7 下半深渊使用率中，角色使用率登顶的依旧是水神弗宁娜，那维莱特万叶白族，其中水神以 95.3% 的使用率登顶。除了这四位角色外，小草神纳西达、钟离叶兰、班尼特型秋仆人、艾尔海森雷神等角色使用率差距极大，和排名第一的水神差了30-50个点左右不同。至于 4.7 卡池的两位新角色西格文、克洛林德，当期使用率也才 37.7% 36.1%， 真就是无人问津了。而其他早期的人权卡角色在 4.7 下半的使用率也都不是太好，达到 60% 的目前也就纳西达、钟离这两位，叶兰仆人已经早就跌落到 60% 以下。而说起 4.7 下半深渊角色涨跌幅的情况也终于来了，如图所示，其中使用率较上期提升较多的角色分别有雷神、莱欧斯利、班尼特等，不过整体提升不大，使用率较上期下降较多的依次是克洛林德、纳西达、钟离。克洛林德也是 4.7 下半涨跌幅波动最大的一位。最后就是 4.7 下半深渊队伍使用率的排名情况了，排在第一的依旧是当前顶级配对百万福特，其次是排在第二名的草型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以萧为主的萧云服发配对使用率排在了第五，反倒是万达国际、雷神国家队等老牌队伍使用率基本上都在前十以外，老牌体系队的地位下降可见一斑。元神纳塔 5.0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角色马拉尼、基尼奇、卡奇娜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纳塔后续角色登场等相关消息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就纳塔卡池角色等安排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0 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官方已经公布，其中马拉尼、基尼奇是新五星角色，卡奇娜是新四星陪跑。 5.0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目前说法最多的依旧是万叶雷神复刻，不过并没有实锤，也就是说之前提到的钟离、莱欧斯利、申鹤还是有很大概率会在 5.0 卡池复刻的。而说起后续 5.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目前已知的是 5.1 卡池豹女希诺宁、冰女恰斯卡会登场，其中希诺宁的技能机制也终于来了。希诺宁是五星单手剑炎系角色，突破加防御力，战技可以进入暴灵状态，同时希诺宁会获得60点夜魂并进入夜魂加持状态，该状态下可以快速移动攀爬，且期间不消耗夜魂值。希诺宁的大招可以召唤暴灵森爵，基于自身的防御力造成具有夜魂性质的炎元素范围伤害，并且根据希诺宁释放时宝石的元素类型获得不同的强化，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火属性伤害提升 25%， 水势持续时间延长3秒，雷式攻击间隔缩短 0.25 秒，并是暴击率提升 15%， 炎则是额外一次攻击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倒是有点后台迪西亚的味道了。除了技能相关外，希诺宁的命座也非常的有意思，一命是在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后的 2.5 秒内，夜魂值不会消耗，想要强度的话还得看二命，大斧功能放在了二命，经典的负二命角色，就是不知道在后续会不会有相关的改动了。